慧丁致辞。我们礼请台湾女书法家学会理事长张松莲女士致辞。诸位高僧大德、法师、居士、各位嘉宾，各位来自大陆的朋友，大家午安吉祥。今天呢，在这里由白马寺佛教文化研究会、佛光山佛光园美术馆所主办的佛光艺园的展览，那么台湾女书法家学会跟中华书道学会在能够在这里展出，我们非常感谢佛光园美术馆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优质的环境跟场地。然后呢，4月7号那天，在妙庄法师、妙法法师、妙众法师以及如川以及诸位信众热心的协助之下，然后呢，我们在当天已经圆满的把它布展完成。那么在这里呢，我就非常的感谢他们。那么另外呢，要感谢的就是河南墨客机构汪真雅会长，那么给我们机会，那么他由衷穿针引线，然后呢给我们机会，除了在这里展出之外，我们在之前他也是不遗余力的在推动书法与佛法相互结合。所以呢，在2008年我认识他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就到白马寺，深深的被他的热情热心的推动那么这两项佛法跟书法结合而感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接触到佛法跟佛经的内容的部分。那么在那时候呢，汪会长他常常都是以国际性的角度，从世界各地世界五大洲各个的书法家到河南白马寺集合。那么在当时的话，那么他也是不遗余力那么在书法的写经当中，那么我会发现，那么你在写的当中一定要把那个佛法先读一遍，甚至很多遍，把它读熟，了解其中的内容内涵之后，把心定下来，那么一字一佛，那么一字一菩提，然后慢慢的书写，那么你才可以把经书写得能够体悟到其中的精妙那么在这里面，我觉得在书法的当中你也可以了解佛法，那么在从佛法里面你体会之后，你的心定下来，也可以把书法写得很好。所以自古以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僧人他以书法扬名，比如说怀素自叙帖，到今天然后还是很多人津津乐道。那么也有呢，很多刚学书法的人也是以怀仁和尚的集字圣教序然后作为范帖。那么也有人呢是书法家，那么书法家的话呢，他写经也写了很多经，比如说张旭他写了心经，吴昌硕写了心经，柳公权写了金刚经，然后还有呢王羲之很多书法家也都以书写佛经为主那么一直流传到后世。所以呢，我觉得在佛法可以让书道能够结合。那么佛法呢，因为书法能够传扬到后世，那么书法也因为佛法然后能够传扬到后世，那么在这当中，然后你在书写当中，那么你可以把心定下来，我觉得这是可以促进社会的祥和，世界的和平。那么以书法弘扬佛法，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活动。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
那么写书法，那么读佛经，那么我们也欢迎大陆的朋友常常到台湾来，我们也可以常常到大陆去做这些文化交流的活动。谢谢。然后张理事长展出艺术家之词，领请白马寺佛教文化研究院秘书长郭冠珍先生致辞。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艺术家同道，各位居士，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很激动，为什么呢？我们从中原腹地啊，有着这个佛教上讲叫世园祖厅，八宗值守的白马寺，走到了台湾最大的佛教道场，我觉得这就是因缘殊胜。那么有白马寺佛教文化研究会和那个佛光山佛光园美术馆总部共同举办的佛光艺园这个活动今天开幕了，这也是这个活动我们持续第四年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的主题永远只有一个，就是把书画家和佛教的高度融合，用书法来续写我们著名的经论。这几年呢，我们在大陆都知道，星云大和尚以他这个自己的人格魅力和自己提出来的人间佛教这样一个佛教理论，在大陆乃至全世界流布非常的广，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佛门之幸。对于这个佛法的这个发扬和光大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在大陆可以这样讲，星云大师呢就是一个明星，真的是这样。他的著作，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真的在大陆引领了很多人的心灵方向。在这里呢，我还要对佛光山这个从那天布展到今天为这次活动流汗出力的各位这个义工，还有各位法师表示深深的感谢，预祝这一次我们这个活动能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感谢张秘书长。捐赠仪式，今天非常感谢白马寺佛教文化研究会参展的艺术家将展出的作品共18件赠予佛光山。我们礼请白马寺佛教文化研究院研究会国艺艺术交流中心汪真阳先生代表捐赠作品《佛祖全唐图》，我们恭请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代表接受。我们恭请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颁发感谢状于白马寺佛教文化研究会国艺艺术交流中心汪真阳先生以及18位参展的艺术家，非常感谢各位参展艺术家的佳作，广结善缘。赠送纪念牌，我们礼请台湾女书法家学会理事长张松莲女士代表赠送。
礼请白马寺佛教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郭冠真先生代表接受。请现场所有的贵宾就坐一起合影，留下这历史上珍贵的一刻。现彩带，掌声不断哦！